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。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眼前这一套设备呢？没错，我们这一次帮客人规划一套称重检测的输送机设备。那我们今天成品包装好之后呢，下一关当然是要去做检测，检测它里面的内容物有没有少装或者是重量不足。于是呢，我们帮客人规划这一套设备。那我们今天成品包装好之后呢，只要放到这平台上面，就会由气缸往前送。那我们中间呢这一段的设备呢，就是会去做到它的称重检测。那末端呢，这里就会有一个气吹。如果当我们今天的工件呢是 NG 品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被气吹吹走哦。那像这样一套设备呢，接在生产包装线后面呢，不但可以减少人力去做检测动作，也可以提升我们输货的品质跟效率哦。那如果你有需要这样设备，赶快拿起电话跟我们联系哦。